이제 만화 吃不了经验才行，很难带动。万一拉扯人很难。 번개처럼 급소를 찌르지. 我怎么最近老打不过老黑呀？为什么呢？感觉这个英雄搭不进来，好耐皮呀，说实话。 你老打不过老黑，莫名其妙的。哎，最近没睡好觉，胸口有点疼。睡几个好觉就不疼。 今天我看了一下那哥斯拉的啊，感觉第二部没有第一部好看呢，大战，感觉确实不咋好看。那金刚还断手了，还搞了个手套，确实没有第一部好看，也没有怪兽之王好看。想去看的建议别看了啊，建议直接等那个什么。 奇异果什么的那些东西上映就完事了，不是很推荐去看。有点小拉，说实话。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지금 나한테 도전하는 거냐? 야, 나는 부담. 참 구리네. 너희들이 노력할 때 난 이루어내거든. 只是不如前面的好看，但是其实怎么说呢，有时间还是可以看的，只是没有必要特地去看。 有时间无聊可以看，但是那种忙里抽闲的去看的话，确实没必要。像我这种忙里抽闲的，早知道是这样，我肯定不会去看。但是我如果比较闲，我确实100%看，没啥问题。正确和无瑕。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더블 킬.
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我还真是大忙人呢，我看个电影确实有点忙，浪费时间了。我一般都不看的，像减肥电影我就没看，都是好看。还有很多电影我都没看，就今年春节的电影我一个都没看。我确实是有点小忙的，哎，也不是忙吧，就是懒吧，感觉出门好没意思呀，出门没有任何意义了，就是懒。我一般就等视频平台上映就完事。周数我也没看，对呀、啊，这都是平台，这都可以看的。那什么，反正一大堆都能看到类似的，基本上过个一两个月，基本上全上映。哎，真有点无聊，说实话，出趟门麻烦。我怎么还大可以直接干死我？啊？就为了夹我一下吗？还是看人的。打得过吗？打不过呀，你看他差得有点远，这他们脑回60以后战斗力有点高，他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我得叠一下我的那个征服者，不然肯定打不了。老黑就得这么打，跟他硬刚是不可能打得过的，就得这么拉扯。怎么这么恶心啊，碰这么久，碰了我3秒33啊，别这么恶心啊。英雄的控制时间怎么这么久啊，好变态呀。哎呀真烦。真是可恶啊。难玩。这把队友全是优势，跟他混分就完事。为什么不带不灭？带不灭也打不过。真不得算了。征服者真伤高呀，120120。
有病，打得死我。你觉得你能杀死我？让我平静一下我的血。其他马特的建设效果应该也有吸血的，血量不超过四分之三要被他秒杀的，血量不超过一半要被秒杀，四分之三才能打得过，一定是要保持自己的血量的。是，舒服了。不是靠自己赢的局这么意思，有的局也不是靠你自己输的呀，靠我自己输的局好像今天打个家特有一把，那把游戏是靠我输的。打游戏又打累了，今天的睡醒得出去按个摩了，感觉很累，打游戏打的。我都是正经去修复疲劳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是真的疲劳。玩这个 B 游戏玩的是真累，久坐加上一直在动手部，那手累得要死。但其实我发现这一行啊，干差变的非常多，虽然都被我谢绝了。但我发现这一行确实有点问题，但是我的正经需要按摩了。秒杀，坏，被弄死。我不是想打，有十个有大招呀！走吧，你这个大人头，我好像管不了你。要送的话，盲僧有点孬啊，这你带他赢啊。我现在已经胆小了，我操作我怕失误哎。我来救你了，你咋金克死的了。好好好好打了干嘛呢？
反正我要记了。哎呀，老灰确实有点硬霸、啊。这我 W 闪。不是很好打。但这已经是老黑比较弱的一个版本，现在老黑玩的人确实没那么多。我是你完了，鸡蛋了，哦，回来挺多啊，我这个天马上回来好多血 ，Q A 他血要死，全好低干嘛呢？他哪会有大招呀？我操！有那个大毛病啊，这英雄好强的英雄啊，不是吗？不给力啊，这东西。大 Q 要把我送走了。惹不起啊！我想吸血。不是很想打架呀。这样真打不过呀，摸我就没了，这不没了大龙要掉的，没大龙包掉的。妈的，这队友开送，你看，队友没有点数哎，这不打架大龙包掉的，那咋办呢？飞怒中路拿小龙吧，感觉没有别的办法呀。这是卡在中间的嘛，我得理智一点，我得随时保持冷静。队友想送那我不能送，好，还给你们吃个赏金，亏麻了。你们这把经济爽死啊！这把要去怕的只能赢单奈喽。黄大美那边打的厉害。没男也怕我们，
最大本能不够吗？应该是够的呀，估计是按没按出来。我都能按出 W， 怎么可能按不出 QW？ 这可能按不出 W， 不可能按不出 QW， 不可能按不出 Q 的。这一波有点不建议打了，这一波。得了得了呗。备战小龙吧。射手攻击可真低啊，提供六，提供五十四点。精灵系统攻击力太低了，还要再削几点，他妈的，感觉出血手性价比更低了啊，削的有点多啊。是有病啊，为什么这么多人？很好奇的。哎，为什么对面一瞬间出现这么多人抓我呀？能来这么多人凭什么呀？好假呀，为啥能出现这么多人？难赢了。有还能送的呀，对，拿个优势一直送一直送，没什么意义。就他好像有点愚蠢。玩你妈！这怎么玩啊？不对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这他妈的你就没法玩啊。스타일참구리네자回走完打完确实厉害，但他没什么办法，一直太强了，这英雄打风 W 技能真的是恶心中的恶心，还能用两次，太顶级了。不是我他妈到底要被拽到哪里去呢？我很好奇，这两个技能到底把我拖到哪里去？要被玩坏了，一来一回的，要被玩坏了！我操，好恶心啊！这技能，我的个去！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引不刀吗？引不刀也不能做的，真是恶心啊！这阵容。应该不用引不到，有 W 技能死哥都没伤害的，不打团就好。W 的永远留给死哥呀。得出点大护甲的。带下去了。30秒大呢，我没 TP。真难玩，正面他们守不了了，已经把德兰文优势系到了，但跟金哥的差的有点多。没办法，打野不行，游戏确实很难赢，只能说再把我们优势群人辅助拿的呀，他们两个人守我也不行吗？你怎么给你守啊？
这个什么冲击波啊？谢谢你，游戏该改水。我操，什么伤害？你们行不行啊？不行，他们打大龙去了，好垃圾的队友，根本一点战斗力没有，卡都不会拆的，捞的一批。那龙他妈的也不好打，应该能打，我这边德龙打得比较快。猫黑体啊，五分 TP 啊，这有点太难了。剑，我他妈提前放，看你怎么移回去啊，还见不见？打永恩就得提前放，预判他 Q 我呢，很好预判的，基本上永恩拒绝不了的，抵抗不了这种诱惑的。没有哪个永恩可以抵抗烧完之后再溜走的快感，所以说直接预判就好。OK， 再抓个单，游戏结束了，游戏永远的结束了。格挡，他没有霍山路怎么赢啊？破烂就要把他打死，后期的脑回是不是？这个真的是收割了，这是来之不易的胜利吧。真是费劲，在里面赢游戏可真难呐。